天为大家做的新车试驾是全新大改款的尼桑 Murano。它目前在台湾上市的有5个标准车色，以及有3个受定生产的车色。这3个受定生产车色呢，是火焰红、页岩灰以及夜海蓝。这3个颜色要交车期要6个月。那内装也有2个，我们今天试驾的是黑色内装，如果是米色内装，也要等6个月。所以你有一些外观和内装颜色的一些偏好的话，交车期会稍微长一点。但是我觉得199万买 Murano 非常的超值，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很高科技的配备呢，在国外有，在台湾也没有被拔掉。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就是售价199万，只有一个规格的尼桑 Murano。那我们身后啊，因为这边是一个直升机和遥控飞机的起降场，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噪音哦，大家可能见谅一下。那我们来看它的车头造型设计，首先非常霸气的整个外观设计，以及非常有概念车的一个味道。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尺寸哦，全新改款 Murano 它的轴距是2825mm，车长的部分是4895，车宽的部分是1915，车高是1690。其实车高的部分是大家比较在意的，1690其实大部分的机械停车位都还可以停得下去，因为我记得印象中机械停车位大概都在1米7到1米75。整个车头的造型设计呢，头灯的配置啊，远近光，我们现在是把灯打开的，包含了 LED 的昼行灯，包含了远近光 LED， 方向灯是传统灯泡，以及下面有雾灯的配置也是传统的灯泡。另外，它在车头有一个科技，主动式的进气启闭系统，当今天车辆达到，譬如一些高速公路行驶，它为了要达到更好的风阻系数，所以它会遮蔽启闭水箱护罩里面部分的一些套件哦，让你的空气力学还有风阻表现会更好。在车色的线条，它有非常多不规则的线条，以及它的车身腰线算是比较高的。车色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轮圈的配置，因为它只有一个规格，所以它轮圈配置只有一种。它的轮胎尺寸是235/55R20。悬吊系统是前独立的漫画层，后多连杆式，前后都有副防倾杆。刹车系统当然是四轮碟刹，而且它包含了 ABS 啊、EBD 这些刹车系统都有。然后后视镜上面整合了 LED 的方向灯，下面有个镜头，因为它有360度的环境的一个照明系统。我们看到它的 A、B、C、D 4个门柱啊，在 A 柱的部分呢，前面虽然没有一个小的三角窗，让你的驾驶视野更好，但是原厂有强调，就是这次的后视镜还有前方这个驾驶的视野呢缩小了，所以你的整个驾驶视野表现会更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D 柱的部分，因为它用黑色的烤漆加上镀铬的门框，所以你会有一个悬浮式车顶造型设计的一种感觉。然后接着就是上方有一个行李架，这个行李架我要开门上去看啊。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拍哦。它的行李架呢，一般我们都是前面一个点，后面一个点，但是它有3个点，所以你在如果说你就常常出去露营啊、郊游的话，你需要用到上面的置物空间，你可能会放一些行李的时候呢，这个行李架它变成是它的功能性表现会比较好。一般的车型都前面一个点，后面一点，但是它有3个点，然后中间一样有全景天窗，这个当然也是标准配备。然后接着就是在便利性的配备上呢，一样有前面2个门的感应钥匙，加上了引擎启动钮。后视镜的下方有 Hybrid 的名牌，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它悬浮式车尾的一个设计。现在好像很流行这样的设计啊，因为镀铬四条加上一些黑色的钢琴面板烤漆，以及搭配了不同颜色的车身，所以这种悬浮式设计会非常明显。然后后方一样有一个尾翼，内建的第3刹车灯。整个车尾的设计呢，在尾灯的排列上，而且尾灯的造型是一个回力标的造型，这个设计还蛮特别的。而且它的面积，不管是延伸到后挡风玻璃两侧，以及延伸到后叶子板，面积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打开的是方向灯，方向灯是传统灯泡，但是它还是有部分的 LED 的光条以及 LED 的灯泡。然后右下角写的 Hybrid， 然后左边写的它的车型，然后下方在防刮材质上面还有一点镀铬饰条，以及有视野式的倒车雷达，后方当然有倒车洗衣机。我们来介绍它的动力性上，首先有油压顶改的引擎盖，可是你看它开口啊，并没有很高，正常应该大概要到这边的，它比较低一点。我想可能是北美哦，很多人会在家里面 DIY 啊，如果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打到上面的一些，譬如说天花板或是障碍物，所以它设计也比较低一点。但在工作上其实还是蛮方便的，而且引擎是2.5汽油引擎，
搭配了油电系统以及搭配了机械增压、哦、所以它是三合一的引擎、啊、排气量 2488cc 最大马力 250匹 而且它是综合输出的马力 250匹 在5600转产生最大的扭力可以达到 50.3 公斤米、啊、因为又有机械增压加上又有电力系统它的峰值在3600转可以产生极速表现210公里它的底盘是全时四轮驱动的一个系统变速箱搭配的是可以模拟七速的 CVT 变速箱最后一个就是它的油耗、啊、能源局公布的油耗能源效率是二级欧规的测试值一公升可以跑 10.9 公里接着我们介绍它的空间机能，这是Murano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它进步了，长大了。首先打开它有电动尾门，这边有电磁阀的开关，以及这边有倒车 CCD。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空间表现啊，除了两侧有一点点被轮毂吃掉的空间之外，其实它后半段这边的宽度表现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行李箱的开口呢，你可以做多段的设定啊，像这个是最高的开口。我173公分不会去顶到所以没有危险然后平整性表现很好而且还有60分离椅背的行道在数据的部分没有倒平60分离椅背有535公升倒平之后是1425公升然后在帐板的下方有一个同尺寸的备胎那如果说你要倒平60分离椅背的话后方两侧有一个很便利的一个拉杆可以很轻易的做倒平接着我们接下来后座的膝部空间哦，膝部空间呢，我们先把因为它的坐垫是可以做角度的调整，而且它的椅背做角度调整的同时，椅垫它会做前后平行的滑移。好，那我们现在调到一般正常的坐姿哈，这个大概是比较舒适的。膝部空间两个拳头枕，头部空间表现也很好，一个拳头多一点点，所以你坐在后座哦，其实安全带只要系好，非常的舒服。你如果现在买的是一台。欧洲进口这种大型的 SUV、啊、它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享受而且没有办法给你这么便利的一些配备光椅垫和椅背的角度的调整很多欧洲车都没有然后它可以调到最倒是这样你如果可以调成这样子、啊、然后它另外两个配备第一个无线的耳机你只要戴着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左右独立控制的遥控器加上等级出风口上方这边有 USB 的插槽，然后一个 HDMI， 你就可以在后面享受一下影音系统、空调系统。后面还有两个出风口，当然没有独立空调，可是它有两个出风口，然后加上地板，鼓起的面积是没有，它是全国领的地板。坐姿、影音享受、空间视野各方面，只差等一下我们的试驾心得。如果这些表现都很好的话，你拿它，你去跟一些欧系的中大型 SUV 来比较。要买到像这样的配备，不管是安全配备、高科技配备，甚至影音享受，还有整个坐垫的设计，你要花非常非常高的代价。然后后方有两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然后中间还是有个扶手，这个扶手打开里面还有两个杯架，以及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接着我们介绍它的内装配备。首先，在主被动安全、被动安全器具系统、主动安全的话，循迹系统这些当然都是标准配备，而且它有很多高科技的主被动安全。首先，我们启动引擎，引擎有引擎启动钮。我们看它的 T 字造型啊，其实如果你有接触过欧洲的进口车，你应该会知道，像这一类啊，中控台上面有任何的皮质加上车缝线，它的价钱都非常高，而且都要选配。可是 Murano 呢，它有一些门饰板上面或是仪表板上方。还有 T 字造型下方两侧都有一些车缝线，然后搭配了一些饰板，加上一些雾银的一些材质，让整个 T 字感造型设计呢，我认为是非常的有设计感。然后在 T 字造型上方这边有个萤幕，这个萤幕第一个繁体中文的显示，第二个它具备了你所有想要用得到的一些，不管是影音导航、倒车 CCD， 任何的声控系统，包含了蓝牙配对，都可以在这个萤幕上做操作。那它这套360度的环境摄影呢，其实在很多日产车系，其实甚至包含国产车系都有标配的。然后下方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后方有冷气出风口，可是它的空调系统只有双区。然后下面有两个台湾几乎用不到的电热椅，以及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还有引擎启动钮。后方变速箱搭配的是模拟七速的 CVT 变速箱，变速箱可以做手自排的切换，但是方向盘后方没有换挡拨片。
然后旁边两个杯架，后面还有一个置物空间。这个置物空间内建的一个 AUX 以及一个 USB 的一个充电的一个电源。然后后面有个扶手，这个扶手没办法做前后的滑移。这个扶手还没打开之前呢，你会觉得它很深，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它非常的浅。但是日产还是很贴心的，有一些隔音垫。仪表板双圆式，中间有一个七寸的资讯幕。这个资讯幕哦，未来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熟悉，因为它分为九项，大概就是行车电脑，因为它是油电系统，所以还包含了动能回充的一些图示的显示。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驾驶辅助，它包含了车侧的盲点，包含了 ACC 的自动跟车以及自动刹停，这些全部都是全新改款的 Murano 的标准配备，你不用选，199万就可以享有这些配备了。然后方向盘的右边是定速装置，上面有一个跟车系统，它可以做三段式的设定。左边主要就是可以控制中间这个资讯幕，你可以去切换你要的选项，包含了行车电脑胎压侦测。然后仪表板左下方这边有一个类似一个动能回充的一个类似油表的一个造型啊。你如果在蓝色区域，其实它是回充；在白色区域，其实它是加速的。方向盘的造型还是伺服式，这个造型在很多日产车系上面是共用的。在方向盘左边，第一个循迹系统的开关，第二个电动尾门的开关，它可以开闭都是电动的。第三个 ECU 的开关，你如果按下去之后，仪表板中间这个七寸的资讯幕会跳出 ECU 模式的导引的一个模式。然后在右边这边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啊，一个车上面有个喇叭的这个符号。将今天的时速在0到25公里，如果它是纯电动行驶的时候，你譬如在夜晚巷弄穿梭或者在地下停车场啊，因为你没有启动引擎，有时候行人会不知道你来了，它会发出一个声响提醒你后方哦有一辆纯电动行驶的车辆正在接近你，否则你这个时候按喇叭的话，你可能会被人家白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一排按键下方这边有一个座椅的按键啊，这个按键很特别，在后行李箱两侧也有这个按键。当今天你把椅背倒平的时候，它是用手动的拉杆去拉的。可是你要归位的时候呢，你当然也可以用手动的，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三个按钮去做电动的归位。两张座椅都有电动椅，而且它整个座椅的设定啊，其实我常常试到很多美规车，我会觉得它的座椅发泡棉都偏软，但是 Murano 不会。未来有机会大家去展示间可以试看看，它的座椅它的大腿支撑够，发泡棉的厚度也够。背部的支撑偏向舒适，但是我想这个是大家要的。左右侧倾的包覆稍微差一点，这不是 SUV 的重点。另外它还包含了电动摇靠，但是电动摇靠只有驾驶座，另外驾驶座还有两组的记忆装置，然后上方有一个不管是遮阳帘或是电动天窗，而且是全景天窗，都是电动开启的。电动天窗开启的方式有两段，一个是上掀，另外一个就是前半段可以完全的开启，而且开到一半会停住，那这个时候你再按一下，它可以开启到这么大的电池。我刚才介绍引擎的时候讲过说，就是我们看结果论嘛，你不用管它什么做动向，虽然它这个七寸仪表板的这个，它会显示你目前的引擎和电池的一个出力状况，但是我们油门踩踏，首先第一个，你不会有 Turbo Lag， 因为它有机械增压。机械增压它的重点并不是 Turbo Lag。第二个部分，你没有油电切换，虽然它的电你要很谨慎的踩，它不像它的竞争对手啊，常常可以纯电动行驶。以 Murano 来说没办法，可是你在下坡收油的时候，它可以达到纯电动，而且我刚刚时速40-50都可以纯电动。但是这个是纯电动滑行，并不是纯电动行驶。油门的踩踏非常非常轻盈，轻盈到你在山路行驶的时候，你可能不敢大脚油门，因为它扭力表现太好了，所以你在征服山路弯道的时候，你是非常轻松的。搭配了非常轻盈方向盘以及非常舒适的座椅，这是美国制造车子的一个特性，因为美国当地的消费者他们要的就是这个。那这个来到台湾呢，也是90%消费者你要的，没有人要硬邦邦的开车方式啊，每个人要的就是像这样子舒适的移动过程。那以Murano来说，这个部分你是完全不用去怀疑的。常常很多人在问我说啊，我的悬吊好跳，要怎么样处理？以Murano来说，你随随便便，你甚至胎压打不对都没问题，你开起来还是很舒服。那前面的胎压我们设的是36 psi， 后面是大概是33到34 psi。以这样的行车过程来说，第一个隔音的品质表现也很棒，没有太多引擎传递过来的噪音。第二个行驶的过程，轮胎的滚动声音也被抑制的非常的好，所以你在车内哦，你有很好的音响，搭配的很舒适的乘坐品质，以及很轻松的驾驭过程，
我想这是 Murano 他的诉求的重点，他要的并不是你这个过弯极限有多高，或者是你零到一百加速多少，这个都并不是他的重点。我想也不是一般消费者买车的主要考量啊。那但是有几个重点要提醒，第一个，他的纯电动行驶呢，你不要把它想成它是油电车，其实你把它想成是它的电动是辅助的，辅助你的冷气，辅助你的音响，辅助你的灯光，以及辅助你车上需要用到电的部分，加上一点点的动力辅助，它不太能让你达到纯电动行驶，所以它的平均油耗表现并没有像一般的油电车这么的好。第二个部分就是油门的踏板虽然很轻快，但是刹车的踏板你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它太过灵敏了，你大概只要踩一点点，它就有给你大概几乎达到30%-40%的刹车力道，所以刹车你要花点时间去适应。第二个部分就是方向盘，方向盘在行驶过程中转向是很轻盈的，可是你停在原地转动方向盘，如果要停车你慢速的话，方向盘稍微重手了一点。那很多人买这类车型在意的其实并不是它的性能，而是它的舒适性。那以舒适性表现来说，这台车绝对不会让你去打枪的。你跟一些欧系的大概250万-300万的中型甚至大型 SUV 比起来，你只要没有选配电子避震器，或是没有选气压悬吊的话，它整个弹跳感，尤其在台湾的路况，其实并不是车子的错，而是台湾的路况真的太糟了，你随时会碰到很多的陷阱和障碍。但是以 Murano 来说，你看我们现在走这种，我们常常在那边试车，走这种类似瓷砖路，甚至压过这种减速板，车体刚性很好，而且它压过去之后，这个减震的效果表现很棒。所以你坐在车内是很舒适的，移动的过程是很轻松的。那搭配了这次全新大改款，空间的表现更好，外观的造型设计是更前卫的。所以整体的表现加上一个更重要，就是它这些安全配备，主动安全，不管是车侧盲点，它车侧盲点的显示是在车内的 A 柱上，并不是在后视镜上。然后跟车系统三段式的。移动的过程很棒，加上有这些高科技配备，你不用花钱去选配，所以就像我一开始影片讲，199万不要看到价钱就打枪，其实它给你的配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值。以这个价位，你没有办法买到像这一类的车型，不管是欧系、日裔美规，甚至日本进口的车型，你都买不到，因为199万的 Murano 它已经给你全部了。破碎、啊、我以为它断掉了，没断。好了。